哇，还真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就从月球回来了。这里是海渊城。原来如此，海渊城是前文明技术中心木大陆的遗迹，西门会把我们送来这里，倒也在情理之中。新亚特拉，还真是这个意思。这里曾经属于一座名叫亚特拉的城市，想必是由于这个原因，由西门连接的月球另一端才会叫做新亚特拉。不过这里现在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如果我们计划前往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必须多费一些心思了。是啊，如果这里的维度也像月球上那样被圣痕计划搅得一团糟，控制律者的全能就很难施展了。布尔尼亚，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当时海源之眼的所在地吗？嗯，从前这里直接连通着量子之海，在环境上也受到了量子之海的很多影响。不过现在，现在这里几乎感受不到来自量子之海的额外力量。在霓裳刚刚关闭海渊之眼的时候，情况还不是这样。果然，圣痕计划看来还是影响到了这里，只是因为有量子之海的力量在平衡这种影响，所以海渊城还能像这样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如果不加任何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海渊城最终也会被圣痕计划纳入其中吧。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种种情报，圣痕计划的确试图将整个地球改写为某种意义上的梦境，虽然我们还无从得知这种说法的具体意义。我们还是先彻底调查一遍这座海渊城吧，无论是和过去保持一致的地方，还是有所改变的异状，都会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宝贵经验。是啊，至少根据幽兰戴尔的说法，现在的地球很可能已经不是我们曾经记得的那种样子了。我们可以说有七个人，从这里上去之后要先分头调查，摸清整个区域的各种情况吗？啊，这样当然更有效率，而且这座海渊城的面积不算很大，一旦碰到什么问题，大家互相支援也比较方便。那么就按 Kiana 和牙医一队，班长和十只律者一队，谢尔和 Bronia 一队，这样来分配如何？ Kiana 这一队可以着手调查附近空间的性质，以及寻找联络外部的手段。班长这一队或许有办法监测圣痕计划对普通人类、对世界的影响程度。而希尔和布隆尼亚更熟悉过去的海渊城，适合去寻找逆商曾经留在这里的各种资源。的确，这样分工比较合理。那我们这就分头开始行动，我和牙医应该会先留在这里，从我们初来乍到的位置逐步探测各处空间的性质。嗯，这样做比较稳妥。布罗尼亚姐姐，如果要寻找物资，我们要先去之前修伯利安停靠过的地方看看吗？好呀，如果布罗尼亚没记错，当时为了进行向量子之海中转移崩坏能的实验，爱因斯坦博士他们在那里储存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不过虽说海渊城乍看起来比较安全，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毕竟世界蛇过去也在这里大闹过一场。嗯， Kiana 和牙医也要保持警惕。明白，
需要联络的时候，我们就利用石之律者之前构筑好的意识网络吧。哦，没什么，只是石之律者说。好了好了，你这个老古董，也不用什么话都装给他们听吧。总之，你们要记得，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来自伟大的石之律者女士给你们带来的好处。我本人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但你们要记得，我给你们的好处，那是别人想给也给不了的，懂了吗？嗯，谢谢你，石之律者女士。好了，小石，现在也不是贫嘴的时候。既然大家的分工已经比较明确，我们还是像 Kiana 说的那样，尽快行动起来吧。嗯。呀，和我一起战斗吧！是是是。Assault。恒定火力。弱点确认，调用预设模组。怎么了，希儿？啊，我在想，凯文，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的确，对你们来说，他几乎只露出过敌人这一副面孔。我听说，希儿在量子之海里遇到他的时候，他还神神叨叨地装成了一条大蛇的样子。那是末法疾崩坏兽梵天的化身之一，名为库库尔坎，与特拉洛克和科亚特尔一样，都是奇美拉计划的中间产物，更加适应量子之海的特化存在。特拉洛克是布罗尼亚消灭的那个大骷髅吧？嗯，所以他那时大概只是选择了一个看起来相对正常的化身而已。嗨，我就知道你这个老古董又要开始说其他老古董的好话了。要我说呀，你们要是有我这样开门见山的表达能力，事情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考验也好，责任也罢，同为前文明的先行者，千万年间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聊的？一次谈不拢还可以谈两次三次吗？哎，凯文他也是应该多来咱神州坐坐，感受一下什么叫以和为贵。这应该也不是喝茶就能解决的问题吧。但漫长的时光也的确容易让人失去基本的沟通能力。比如说当年从避难所苏醒之后，凯文、苏还有我是保持着固定的交流的，但慢慢的这种交流就变成了数个月一次，一年一次，直到十年一次。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在数百数千年前，总有些意外事件会打破人为制定的规则。
在这种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过去制定的规则似乎只是繁文缛节而已。可如果把太多的事情看成繁文缛节，最后的结果正如你们所见。Bronya 在太虚山时也见过吧，这个老古董大孩子都不知道要和他们一起玩。哎，原来如此， Bronya 倒是突然明白了，为何岁数相差如此之多，班长却还是会像我们一样看重自己在圣弗雷亚的经历。啊？嗯，毕竟这数百年来，圣弗雷亚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时间在正常流逝的地方。应该说你不愧是个老古董吗？一般人都是尽力想让自己的时间停在某时某刻吧。人们的确会有那样的愿望，但也只有在时间流逝的时候，人才能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跨越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结局，并不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可能。这听上去很矛盾，但矛盾也正是人之为人的底色。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们本来不是在聊凯文吗？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理智律者的时间了？在过去的千万年间，我们先行者都认为自己在承担矛盾，但这种行为本身也会像现在的凯文一样，为世界制造出新的矛盾。当然，谁都不希望自己被忠言无情毁灭，可正因如此，凯文他才更加对圣痕计划感到绝望。绝望？这倒未必吧，他的那种态度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你们这些人的身上。如果他在你们身上最终发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某些东西，到那个时候他应该就会全力以赴地和你们杀个你死我活了吧。啊，失之律者，你确定自己没有把话说反吗？他没有，而且他的回答正好恰如其分地回答了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凯文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苏华，接下来的事我就托付给你们了。在我们酿成恶果之前，这是最后的机会，我必须为此把自己的生命押进墙套。凯文，你想要我们也做到同样的事，对吧？搭载武装，自由开火。南希吧，去吧，希尔，去守护我们的约定。拜托了，另一个我，真拿你没办法。急救位。啊！中招小兔 ，A 级部署。安息吧。
海渊城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呢。如果在和平时期，这里或许很适合当做旅游景点来运营吧。那么根据之前的计划，我们就在此分头行动。好好好，那上边有个露台，估计信号就挺不错的。哦，是吗？多谢你了。区域警戒，动态狙击。滚开！没想到你也对参与行动这么有兴趣，希儿。啊，你说什么蠢话，明明是他非要让我出来透个气。哼，那不也挺好吗，毕竟现在只算得上我们第二次一起行动，对吧？已经三次了，傻瓜。我们第二次一起行动是在科洛斯腾，那时为了制造月光王座，你透支了身心，像丢了骨头一样软在希尔怀里，怎么叫都叫不醒。希尔又急又无奈，刚巧我见不得他那种样子，于是勉为其难地出来帮了你们一把。在那之后，你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句希尔。老实说 Bronya， 你那会儿真的清楚自己在叫哪个希尔吗？你笑什么？ Bronya 只是有些意外你居然把那一次也算了进去。不过既然刚好提到那一次， Bronya 的确感受到了两份希尔的力量，虽然有些迟，但谢谢你希尔。你这人怎么回事啊？算了，懒得和你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Bronya， 希尔那家伙可想和他的 Bronya 姐姐分享那些发生在月球的事了，但又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比如他一觉醒来就到了新亚特拉的庇护所，自己都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要独自寻找同伴，甚至还帮助了一些陌生人。而在你们进入深坑后，他明明比谁都要担心，却从没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丝毫异常，只是默默地做着一切自己能够做到的事。那孩子是真的长大了。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不出现，反倒对他是一种更好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你从雨兔那里脱身之后就一直不主动露面的原因吗？怎么，你就那么想见我啊？嗯，毕竟你们都是希尔啊。你算了，随你便
办正事呢。别笑了。这个人是果然是你苏珊娜。布罗尼亚小姐，希尔小姐，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们是来救我的吧？别傻了，倒不如说你这天命总部的人怎么会在这里。我也不是很清楚，之前我在上班的地方打了个盹儿，没想到再一睁眼就出现在了这传说中的海渊城里。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啊，亚尔威特和我说过，不灭之刃的分队曾经在深海中和德丽莎大人率领的极东支部有过几次交锋。啊，都是过去的事了，比起这个，你看起来在想办法搬走这些物资吗？是啊，之前我鼓起勇气在这里转了一圈，结果一个人都没遇见。这里的通信器材全坏了，只有生活物资看起来还很充足，但是仓库这边又冷又潮，如果要持续住上一段时间，我只能另选地点自己搭建营地了。这还真是辛苦你了。没有没有，我其实还停留在给吊床找布面的阶段呢。而且你们这不就来救我了吗？都说你别犯傻了。可是如果是这样，我又为什么会被传送到这里？布罗尼亚也想不明白。苏珊娜，你说自己出现在这里之前是上班打了一个盹儿，那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在帮长光大人准备实验。不久之前，天命刚刚完成了千劫一城的修复工作。在开始新的实验之前，我们需要有人打扫一遍神之剑的内部，确保没有任何妨碍实验的东西留在里面。说实话，那里面空气完全不流通，又闷又热，我只是举累了胳膊想休息一下，没想到就一不小心睡着了。然后你一觉醒来就到了这里？对啊，难道说是神之剑的力量在冥冥之中？这件事或许有其他更单纯的原因，但目前我们证据不足，讨论它或许也只是浪费时间。之前你还提到这里的通信器材全都坏了，那又是什么情况？啊，关于这一点，我做过简单的测试，应该是器材里的一些集成电路被烧坏了。我本来还想修好它们之后就可以和外界恢复联系。这也是失衡计划的影响之一吗？还是说……这么说来，布罗尼亚，你不是理智律者吗？修理这种东西应该算手到擒来。诶，是这样吗？不，布罗尼亚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们可以试试看。